主下体没有劲。我感觉我站在那个，站在马斯克的头顶上，看起来马斯克的体积比较大，我体积比较小。我的右脚踩在他头顶上，左脚没地方踩，就是伸到他的头顶的外侧去了。所以悬空在那边，悬空在那边，就相当于就是在他那个脑袋的左侧侧面了啊，没地方可以踩的啊。这样的话就感觉左腿没有劲啊，感觉左腿没有劲啊，右腿是站在他头顶的啊。但是呢，马斯克浑然不知这些啊，浑然不知道有人站在他头顶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所以呢，就引出来的症状呢，就，左腿没有劲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